菜的抠脚真的是，我这还在脚滑的嘛，然后快了，我跳了跳了跳了，哎，你别急我呀，哎呦，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摩尔乐风小铃铛 ，Hello， 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你做完系列搞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应该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订阅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玩的这张地图是之前的那个什么密室逃脱系列，叫做密室逃脱森林，作者叫做明峰，感谢木鱼小铃铛游玩，剧情在后面，然后这边走开走开，挡住剧情了。作者觉得木鱼太水了，于是亲自上场做地图，哼，剧情又被抓了没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稍微的敷衍一下也好吗？真的是，我才不是明峰嘞，你就是明峰。亮度调至100%，室内没灯。好，然后那个提示大全，保姆式级别。开玩笑，你这是看不起我？走，我拿了。看一下，走开，走开，挡住告示牌了。你走。有密室逃脱就有神庙。先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，这边是出口，这下面呢？下面是干什么呢？再看这边，哎，这里有个告示牌，被遮住就对了。看什么看？我就要看。这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吗？不记。哎，这个按钮，按钮，神奇的按。这应该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道具？这是藤蔓吗？哎，我上来了。按住 Shift 可以蹭进来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按钮，有没有按钮？好像没看到有按钮。这上面。哦，有个老王的头哎，难不成把这个神奇的鞍给他放到这个展示框里面？有可能哦。好像没什么声音。这边可以过来，这下面有个命令方块。哎，等会儿，这里肯定会有个按钮的，看到了，按一下，好像没什么反应。等会儿，这边看一下。哎，有个按钮，有个按钮，点不着，点不着。真的？等一下，跳到门上面，好，看到了，摁一下。哇、哦，厉害！有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，去找找看。这下面呢？你摁一下。哎，这里还有个按钮。哎，这个按钮我在这。哇，这门打开了。祭祠室。看一下这里是干什么的。哦，这里应该是。哼，这个简单。这不就上来了吗？收一只好吧。然后呢？这上面有什么？秋豆妈的，上面告示牌说什么？没看清，箱子里面，我、哦、这应该又是需要、打对密码，然后打开那个箱子。嗯哼，看一下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里有个按钮，这里有个按钮，摁一下，摁一下，有什么反应吗？哎，门打开了。你先上去，你先上去，我再摁一下。嗯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开了，开了。看一下有什么？哇、哦，这个门也可以，也会打开的。这个门这里。开。好，过来了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有。没有什么东西啊，所以跳到仙人掌上面。这里怎么上去啊？是不是要按住 Shift 跳，然后不停的蹭，蹭蹭蹭，快快快快过来打我，过来打我，把我打上去。好，哥哥我来了。你是不是傻？记我干什么？快点上，快点跳，把我打上去，打打打，
再打，打，用力，用力，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！我打呀，我再打呀！你没看到我在打你屁股吗？我这个我屁股都被撞的不行了。哎，我记得好像是可以这样蹭上去的呀。没事，打打，多打两下。是不是不要按按 shift 的？再打，再打我，再打我！你跳呀！哎，上。叫声？为啥我这里没听到？在哪个方？哦，我听到了。我听到了，好像在这个后面。那这个安应该是有用的。就安，哇、哦！你看，哇！你骑着猪跑出去了。这上面有密码，14527。好，我去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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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天，好神奇啊！嗯，作者很厉害哦。这脑洞也太大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傻了吧唧的。嘿嘿，14527。按，按下后面那个按钮。你直接跳起来就可以拿呀。我拿，我改不了密码，改不了那个啊。是不是跳起来可以啊？你到底能不能按到那个按钮？我不知道，它按钮在哪个位置啊？哎，我的妈！哎呦，绝了我！干什么？你上来干什么？我徐思这样能不能按得到？哥，你相信我，你看我拿到纸了。要了命了，真的是。给我改得了，给我改了啊！好了。开箱子啊！你能开到箱子？开到了。啊。你是长臂猿吗？我都说了能拿到，你不信？我刚跳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，能看到那上面的字。你就是提示大全。你就是在狡辩，就是在掩饰自己眼瞎的问题。那个按钮跳起来就能看到了，好吗？完了，我就拿不到。完了怎么下去啊？哦，我就拿不到。来来来，走，可以出去了。嗯。OK， 出来之后这边什么？石英神庙。两根棍棍。石英神庙，仔细看一下周围，肯定会常有按钮的。嗯。这上面呢？哎，这上面有一个，我按了一下了。有白色的按钮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能换这个视角，还是要这个视角，就在这上面。好，按到了，看见哪里有反应没？没有反应啊。这里会不会有东西啊？过来看一下，哎，有个前引盒，有个鞘翅，画风突变。嗯，等一下，这里会不会常用按钮？没有，这下面呢？下面也没有啊。是让你这样跳上去吧？跑酷吗？这边有按钮吗？哎，我看到按钮了，按了一下。肯定有很多地方会有按钮的。下面应该是有个末地族，看到粒子效果。哥，你的眼神简直是绝了。这里呢？
哎，这里好像也有个按钮。摁了，我这里打开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给我撬出的目的，应该是要我蹭进去。对可以吧？进去了，对你吧？好厉害，哥哥！他们这不就抢过过来了我。吗？看一下这里啊，你 TP 我呀，是不是傻？去看一下这一关，这关是干什么？这一关好像有跑酷哎，去到上面看一下。还有按钮哎。哎呦，我们跳上去，从这里跳上去，哪去了？我在底下呀，我觉得这里有个洞可以爬过去。哎呦，跳到楼梯上面，按住 Shift，哎呀，猜的有，哎呦，我上去了，我又下来，这上面有个格菜子。鸟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可以用撬刺挤进去。哎，挤进来了。这里有个告示牌，没有东西啊。我心里个鬼子，下面有个，你咋过去的？猜的够巧，真的是。我这还在狡哎呀！猾的嘛，然后过来，我跳了，跳了，跳了。按住 Shift 的，哎，你别挤我呀！呦，不跳了，走了，绝了，真的是我这技术。等一下，嗨，好像上不去，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应该在楼梯那里跳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蹭，好，我蹭进来了，这 QAQ，然后这里爬楼梯爬上去啊。这去哪里啊？这不就又回来了吗？这里会有按钮吗？按钮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位置应该藏不了按钮。完了，怎么了？又重新飞一下了。哦，我可以 TP 你啊。对呀。这边是往，应该是往这边走。我往前走走看。火火，不对吗？对是对，但是这里还有扇铁门。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往上跳。还有扇铁门，我回去看看。哎，我跳上来了。上面有什然么？而啥都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上不去这里，还是要从这边过去的。你看一下周围，仔细看一下周围有没有按钮什么的。你 TP 我看好吗？我不敢，我不知，我眼神不好。这里是不是还有个按，还有个按钮？就那个，我就过不去了。这边会不会有按钮？哎，等会，这里有个按钮。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这上面这个按钮再按一下。我觉得这两个按钮肯定有猫腻，但是最后那扇铁门怎么开呀？是不是周围有按钮我没看到？有可能啊。哎，我 TP 你过去吧。我打开了，再见，妹妹，我逃出来了。我又不是不会 TP，nice。然后你逃了出来，下一集的话是密室逃脱地牢，没了，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